所以我们在玩射击游戏，我把后面的自定义遥感设成就是上面这边是滑行，就是我们在跑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在玩射击游戏的时候，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自定义按键设成我们下面两个是一个是奔跑，然后一个是滑行，就是跑的时候我们可以滑行，这样就可以快速的。它原本是按这个跟这个。但是我觉得很难去控制它，就是我们又要控制方向，又要去。它原本是上面左边这个按下去跟右边，它原本是这边按下去跟右边这边按下去，但是我觉得你要控制方向，然后又要控制我们的奔跑，两个人我觉得手会打架，我拇指太混乱了，又跑来跑去，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自定义按键射到后面去，这样子就比较轻松一点啦，就可以让我们操作更流畅。